欢迎大家收看第129期《了不起我国》节目。前一阵儿，日本嘲笑中国是个世界工厂，生产不了高技术的东西，连军工所需的机床，尤其是高精度机床，都依赖进口。这放到以前可以说是事实。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了，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早已被无暇阿蒙。如今的中国不仅是机床消费第一大国，也是生产机床的第一大国。机床技术水平现在也许还不能称世界第一，但差距也不大了。国内不仅能生产全球顶尖的九轴五联动加工中心了，还对外出口了不少，而且出口对象是德国，这个全球机加工最顶尖的国家。2013年，中国机床制造商曾经搞了一个大新闻，德国著名机床制造商赫努特公司向大连光阳科技购买了三台 VGW400U 高速高精度五轴立式加工中心。德国可是世界机床工业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，德国自认世界第二，没人敢称第一的。他们都向中国购买机床，这足以证明中国的机床技术已非昔日之落后水平。提醒大家一点，高端机床据说是一个国家军事工业的基础，不管是生产枪械导弹还是战机军舰什么的都得用上，所以一直是西方国家对华严格禁军的产品。在2013年以前，西方民企向我们出口一台精度高点的机床都得通过层层审核，生怕被用到中国军工企业中，甚至得动用点灰色的手段才能买到。冷战期间，苏联在高精度机床制造方面处于落后地位。1970至1985年期间，日本东芝公司以数十亿美元的高价向苏联出口了数十台 NC2000型五轴五联动和九轴五联动机床。1986年，一名被东芝公司解雇的雇员向美国举报了这一事件。事后，美国发现这批机床被用于苏联波罗的海船厂。随后，美国以违反八种条约为理由，对日本实施了经济制裁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芝事件。苏联还曾从其他西欧国家购买过高精度机床，但由于价格昂贵，都没有东芝事件这么大的数量和影响。这一事件说明了多轴联动数种机床对于国家的战略意义。从前我国军工人员瞅着美日等国的先进机床流口水，如今再也不用了。国内近几年为航空航天、军工、船舶等制造领域研发的高端数种机床，光品种就100余种，有一些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。